毕恭毕敬。宜臼是西周的最后一个国君周幽王的儿子，原被立为太子。幽王宠爱褒姒后，废黜了宜臼，改立褒姒生的吉伯服为太子。褒姒是周幽王的妃子，周幽王十分宠爱她，可是褒姒一直闷闷不乐，没有笑过一次。幽王想尽办法叫她笑，她怎么也笑不出来。周幽王出了一个奖赏，有谁能让王妃娘娘笑一下，就赏她1000两金子。有一个想拍周幽王马屁的人想出了一个鬼主意，他告诉幽王，大王跟娘娘上骊山去玩几天，那边有28个烽火台，到了晚上咱们把烽火点着，附近的诸侯见了就会赶来，娘娘见了这许多兵马扑了个空，一定会笑起来。幽王同意了，晚上点燃烽烟，诸侯们见到烽烟以为有盗寇侵略，纷纷率领兵马赶来相救。没想到赶到那儿，幽王告诉他们说，没事儿，你们回去吧，是我在放烟火玩。各诸侯主知道被骗了，很生气地返回去了。褒姒看见诸侯都上了当，觉得很好玩，真的大笑了起来。幽王就赏了1000两金子给出主意的人。宜臼被贬为平民后，看到幽王昏庸无能，不理朝政，他很为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担忧，因此整日里满怀忧愁，心中十分痛苦，经常以吟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情。他在一首诗中说，看见无边的桑树和紫树，一定要恭恭敬敬，我尊敬的是自己的父亲，我依恋的是自己的母亲，谁不是父母的骨肉，谁不是父母生养的，上天生了我，可我的好日子该到何处寻找呢？后来宜臼的外公为了给他报仇，就去攻打周幽王，杀死周幽王后，几个诸侯国拥立宜臼为王，帮助他登上皇位，管理国家。中华成语小课堂，毕恭毕敬。正读，毕恭毕敬。示意，恭，谦逊有礼；敬，内心尊重，形容态度恭敬有礼。出处《春秋》佚名，《诗经》小雅。用法示例，他毕恭毕敬地将书递给了老师，请求解答2个疑难问题。